不喝不叫再找了，把酒杯先碰。哎，今天下午。快点，你给拿上午就行。哎，今天下午，叔叔画画了呀，还好多小朋友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不？早就告诉我了。哦，下午，上老家去，你喜欢呗？喜欢不？在我家。嗯，还画，还好多朋友，行不？找给拿点肉，我给拿点那个肉，好。嗯，就这样。也吃完了啊、哦，嗯，也挺想吃。嗯，把这个吃完了，嗯，好不？包子也不想吃，你光把这饿着就行了。对啊，这不吃了。搁这回来都瘦了。嗯。你回来胖胖的了，多好啊！哦。不想吃。行吗？嗯。不想吃。嗯。主要是不吃。写作业去吧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行。起来了没你？好，我们过去。那快到的。五点以前就起来了。有什么？我，你等一下，你们你，把里头掏一把，那个，把那个野车把真的把。那个也可以吃的吧？都可以吃，护着就行。那个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早晨凉快，那个这天天往公园九点快开，九点上班开空调了啊！老百姓半截片都搬了呗。啊。嗯，再不，我当吃韭菜。明天不？啊？明天。明天再吃。嗯。哎呀，明天。拔干净。你这都是冬的，提前拿出来就行。啊？吗？叫什么冬的呗？嗯。提前这条件就要提前以后拿出来，这可以。这刚才你我谁也不和着你回来吃，我也不拿出来了，怎么着？八辈不挨摸着吃，新鲜不吃。这儿有把这些店面，这儿有一扎，哎呀，脆香脆香。我这在家吃的嘛，这锅出锅了，卖锅子了，我寻思，卖这锅子，爸爸也不爱吃，现在家新鲜，吃的还不喝粥了，还不用。这是人工挖的。我哦，这不就是掐吗？这不要这个是，不要这个，不要什么呀？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一根，都光掐着尖。没有根，我没拿根。哎，都光要这个。我拿的都是半个的，我没拿根。嗯，这个。挂着骨头挺老呗，对吗？哦，要挂骨头的都好，那掐着管长你家的腰去呗。到现在都是给主人到小也吃，到小都是能着成菜的。你说穷的时候吃的，
哎呀，这当时么就不是中间又光吃，这当时不是条件好了，它又恢复了吗？哦，中间不吃，中间不是喂猪吗？那一当都是光吃这个的。喝粥，谢谢喝粥，喝粥喝粥。我不想吃，喝点粥。不想吃饭。嗯，不想吃饭。不要吃饭，我吃你恶心了，零食不好啊，吃零食不好哦。太香了。好、哦，再要一个，老爹又要一个。就这是给人弄这点还放心呢，是特别。他要那个，比那个算这一个吧，不是？哎你看我在溜，小姑来了，人家挖给我溜，那这上头。我看看，给你看看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咬的呢！哎，以后可以，这不是太香了。够了，够了。嗯嗯，别嫌嫌我那好，别嫌我那不好。演的现在摔老三年了。哎呀，太多嘛不得的东西。嗯。太多，太哥的，星星那个歇会了都，歇了一会儿，歇了一会儿，领着到了他们，他回来他都肯定。嗯，你都自己回来的？你认识路啊？我们都不认识。你自己。但是我什么话没说？你二叔知道不？二叔不知道吗？你回来二叔不知道啊？我知道。不是，二叔都说放学了，你们都一块回来呀、啊？你得回来呀、啊？哎，我看，你把夹子给我来，喝水吧。哎。二叔，你回来，二叔知道。你回来，二叔知道，我不你都给人吧，跟家里。我家的。啊，你。买三个都给别人了。嗯，怎么给别人了？我看看。哎，先电话里的。买三个都给别人了，我还剩一个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这个我不想这个，嗯、我自己用了一个。哦、我没用这个。哎，我看看，你花人。有一个小朋友今天用过，我今天用我给他的画、哎，今天用我给他的画夹子，上面画画。嗯。在那个。在那个板子上画画哦，谁？人家摸的，这是我叔没说人家领上你啊，刚回来。没有啊，而且这玩意不能一换就吃。我给你买一个行吗？行不行？得什么意思？好、来涂颜色呗。嗯，这手不能涂颜色，外面涂颜色。我以为涂什么颜色？有点太。嗯。这边还需要一个手。你往上那个手。他这样画的太快，还差上一点，离开两个，这样两个，这有点太往这边，太往中间建了。他这喂鸭子要说这多，鸭子也没事。嗯，我有鸭子。慢点，回来的话好，好吧，这样就不像那些很快，到超市。